大家好，Trisha，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据 The Athletic 的消息，曼城需要寻找一位新的边锋，他们目前正是关注水晶宫的奥利斯，不过这一笔交易不一定能够成行。奥利斯符合曼城对边锋的要求，他很后生，又在英国度成长。但是与此同时，曼城不愿意为这位球员支付超过5000万英镑的价格，水晶宫方面亦都不可能降低对奥利斯的要价，尤其考虑到其他球会可能为奥利斯提供更高的报价。另外值得留意，奥利斯在代表法国参加 U21 欧洲国家杯的时候遭遇肌肉伤势，亦都意味着他将会缺席新赛季英超开局阶段的赛事的。喜欢这条片的话呢，就记得给 like， 和要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仔看。那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